8月29日，朱丹在自己微博上传一张与女儿的合照，并配文称：我从很早开始就异常珍惜她跟我依偎的每一刻，我知道她有一天终将长大展翅去飞，我希望那时我是带着满满的祝福送她离开，而不是不舍。在那一天来临前，我总想着拥抱多一点，再多一点。照片中她身穿黑色蕾丝丝绸上衣，怀抱女儿很是深情。网友纷纷表示：随爸爸耳朵大有福分的哦，爱你们。丹姐，你们仨都要好好的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